小啦，有蚊子啦，刚那只蚊子很大只。哦，猪蹄哎，有蚊子啊，蚊子。你脸上逗蚊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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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逗蚊子。买了一个蚊子印章，我等一下用这个印章来整我妈，她盖到手上呢，就会有一只蚊子。是啦，刚那只蚊子很大只。哦，猪蹄哎，有蚊子啊，对，蚊子。谁脚啊？哦，你脸上逗蚊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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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逗蚊子。好痛啊！好痛啊！妈，不要再睡了，我要跟你讲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就是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当八加九了，割线不打勿扰之，我最酷。哎，妈妈，你看我一下啦，你看我，你先夸小啦。嗯，哈哈。郭立凯。嗯。谁放那个在我的电脑上？喇叭了吧？哇！是谁？这谁喝的、啊？为什么？太扯了！怎么会现场走过来问我说是谁喝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今天回来还没有看到哎、欸，那怎么办？你赶快去拿，赶快去拿！是整个湿掉、啊？是整个？真的。对啊，冰块是哇，融化完是，这是刚没多久的事情，太扯了，又不走神，不对，阿姨好，你好，不是有一个姐姐吗？她都没有回来哦，说今年要回来，今年已经过一半了，对啊，没数，阿姨辛苦了，还在我，怎样，是不是可以？你女儿呢？啊！好扯，我以为是他同学。阿姨好，你好。不是有一个姐姐吗？对。安姐呢？哦，她都没有回来哦。说今年要回来。啊，今年已经过一半了。对啊。因为我看她姐的 FB 很正哎，那照片都超瘦的。那个是假的照片吗？